你以后呢，就是能不能就是别那么管着我，因为我刚毕业嘛，然后在学校里被学校管，然后在家里被家长管，然后这刚毕业两年嘛，我想自己发展一下嘛，还要被你管。我也可以像老师们说的那样，我也可以去做出改变，我回去工作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任性。对不起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吧，谢谢。哎，一年多的这个恋情，来，请关门。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在一年之中其实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平等的关系发展到了不平等的关系，从爱慕的关系发展到了看不起的关系。这个变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，其实还挺耐人寻味的啊。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？左岩老师，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闺蜜的话啊，你会怎么劝她？就用什么样的方法？我如果是这个女生的闺蜜的话，我会劝她去看一下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啊，然后去告诉她谁是罗子君，希望她引以为戒。啊，太好了。好了，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个左岩老师的话，希望他恰恰也看了那部剧啊。看选择吧，请开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我都让左老师暗示你了，回去吧，加油吧，重新生活，天也没塌，谈了一场恋爱，做了一场梦，梦醒来生活还得继续，但是在这个梦里其实你梦到了生活的真谛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谢谢你的分享，请回。